毒蝎勿触碰扎人。废除条啊，好废除条的名字啊，我受不了了。哥能不能换个名字？哥还是我们家族的，我的妈呀。咋地？太潮了，潮的我要风湿了。哥，我给你放一包干燥剂。谢谢青木的关注，哥哥早安。你叫哥哥，我叫什么？那我也叫哥哥好了。哥哥的名字好长啊。苹果哥，我以为你是就是在江湖上面听说一些你的传言，我以为你是老登呢。苹果哥你多少岁？噔噔噔噔噔噔。